Hello， 大家好，我是达尔。今天这部影片来介绍一下赛马娘即将要推出的新马娘琵琶晨光，以及同步推出的一些 SSR 支援卡跟 SR 支援卡。更新会在7月20日中午12点之后时装。那我们就一起先看到这次推出的新马娘琵琶晨光。它画面上是一张我自制比较简陋的琵琶晨光的表格。从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没有继承因子的情况下，琵琶晨光比较适合跑草地、中距离、长距离，然后用先行或者居中的跑法。那比较遗憾的是，目前的中长距离、先行、居中的跑法已经有非常多马在竞争这个位置了。加上它的训练加成主要是智力跟意志力，两个目前在繁中版本相对而言没有到最优先的属性，让这只马在竞争上面跟其他马比并没有到特别占优势。接着来聊一下它的固有技能。技能效果的描述是说，在最终弯道如果有追过对手，会在胜利方程式的引导下使速度上升。简单翻译一下，它的技能效果就是在最终弯道名次在前四名而且有追过一人的时候就可以触发，提供的速度加成跟持续的时间都跟麦昆的大招是一样的。技能不算特别难触发，但是慕白麦昆的大招就是比较好触发一点，所以它的固有技能的优势也没有特别大。再来是琵琶晨光的初期技能跟觉醒技能，那入矿插进这个就看情况点，不会到没有用啊。然后维持持久力跟深呼吸都是回体技，觉醒之后可以拿到他们的经济绰绰有余跟冷却。绰绰有余跟冷却的发动时机都有一点点不太稳定，冷却可能相对好一点，因为它是只有规定长距离，而且进入直线有可能后面的直线也可以发动到，不过也要觉醒五才可以拿到这个技能啊。然后其他的外侧闸位这个比较随机，除非你竞技场吃那个球。然后对后追策略的话，目前是几乎只有对黄金船有效啊。总体而言，它的几个初始跟觉醒技能都没有到特别有用。不过这只马最大的优势其实是它的象性，它的象性跟其他很多马都非常高，基本上有30以上的象性都算很高了。像我们上一期介绍的梅普霍旁，自有跟完善司机一个人有30的象性，其他都在30以下。这只琵琶晨光跟现在推出的6只角色都已经有超过30的象性了，那象性越高，在继承因子的时候就越容易产出更多的因子，所以在配种上面它会是一个你不错的选择。最后这只马值不值得抽，比较遗憾的是在未来的竞技场或者大赛其实都比较少看到琵琶晨光的出场，所以假如说是为了强度档的话，可以选择不抽这一次的卡池。当然如果你是因为喜欢这只马或者喜欢它的大头的话，就不要犹豫，为了自己喜欢的马是值得抽的。接着简单聊一下这次新推出的支援卡。这张卡的特色是它给的擅长率提升其实还蛮高的，零图就有50的擅长率提升，到满图之后还有65点的擅长率提升。其他它的友情加成跟干劲效果提升也都蛮高的，它固有技能上面也有训练效果的提升。不过很遗憾的是它是一张意志力卡，所以在目前的训练环境下效果不大，因为目前的训练我们普遍都不会入点意志力的，事件触发也大多是给意志力上面的提升。最后这张支援卡上面有不少好用的领头技能，所以未来假如说你是想要育成跟性流的领头马的时候，可以考虑使用到这张卡，而且有一些长距的技能，所以可能像是麦昆就可以用到这张卡。目前不是特别推荐去把这张卡给抽满。跟着他一起新推出的是一张智力的 SR 卡深野迪杜斯。这张卡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它的擅长率，虽然画面上只写着35，但是配合它的固有技能加上去之后有55的擅长率提升，算是目前智力卡比较高的擅长率了。但是这张卡一个比较明显的缺点就是，一般带智力卡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回体嘛，然后一般的智力卡可能也都有这个提升智力训练可以回复的体力量，那少了这个友情回体的效果，也让这张卡的出场率降低非常多。在事件方面也没有回体或者上升干劲的事件，事件大多都只有提升智力，所以我自己是认为它的事件也不是特别好。小小的亮点是事件可以提供一些干扰技能，如果是想练闸马的玩家有可能可以考虑这张支援卡。其他技能也大多是给中距离或居中马的，可能会比较适合像把美丽素质养成闸马的玩家去携带，
但一样是没有特别推荐去抽这张卡啦。好，那以上就简单聊完明天7月20日会推出的新码、新卡池等等。总结一下，假如说你是强度党的玩家的话，这一期的卡池没有特别推荐你去抽。更重要的原因其实也是因为下一期的卡池会推出大家比较公认的人权卡北黑。根据日版过去的信息，在下一次的更新会推出东海帝王跟木白麦昆的换笔，这个是配合他们动画的放送。然后支援卡部分则是会有北部玄居跟李剑光钻两张 SSR。满图的北黑拥有超级高的擅长率以及一堆实用的技能，包括一个金的弯道速度提升技能。相信假如说你是有稍微接触马娘一些攻略影片的玩家的话，可能都已经听过这张卡有多强大了。下一部影片介绍新卡池的时候也会再做这个的相关介绍，记得大家要把钻留一些给下一周的这个北黑，就算没有办法抽到满破也抽个几张出来，后面可能还是有办法把它提升上去。好啦，那这一部介绍新的马娘跟支援卡的影片就先聊到这边，希望这部影片有帮助到你，然后喜欢我的影片千万不要忘记按赞订阅我是大海，我们下部影片见，大家拜拜。